嘛呀，跟这跟小偷似的。媳妇儿，去年你给我买两身睡衣啊，我当时嫌赖，我说那个几十块钱能穿吗？后来没穿挺好啊，今年我主动自己买了一身，自己安排上了。啊，我自己买的。哎呀，在我的橱窗里自己买的，怎么样？不赖呀、啊。去年好多那个我们家的亲戚、朋友、伙伴什么的啊，等于是都拍了，拍完以后都特别满意，没想到几十块钱穿出了几百块钱的效果啊。然后我今天我自己买了一身，有新款的了，看怎么啊？对，看怎么样？你买的黑色的？对呀、啊，条纹的，行吗？不错，挺好看的。啊，去年我买那号稍微有点小，今年我买那号就是大一点点的，我觉得这样穿着比较宽松啊，一百棉是吧？也不缩，也不皱，不穿挺好吗？挺好，是挺好的。啊，然后去年我给他买不愿意要，好家伙，今年自己安排上了。啊，行不行？行，真不错。对，挺好看的。去年，拽哥就是我给拽哥挑的这款睡衣，卖多了去了。然后就是好多人买了，都是回来接着买另外的花色。对对对，是今年又出新款花色了。款的还有条纹款的。嗯，今年的这个是新款，我觉得挺好看，我就选购了一件。今年去年的那个熊猫款呀什么的还都有啊，然后这个就是说新出的花色，这个新出的花色有黑色的，蓝色的，是好像还有咖色什么，你们可以去选啊。还有去年的款都在一起。我很少自己花钱呀啊，就逛东西买东西啊，基本上我相中的我才会特别刻意的去买一个东西啊。主要是你也没有，我也没钱，没有多少钱，就这几十块钱，百八十块钱自个儿还能安排，太贵的安排不了啊。行吧。然后新款睡衣又上新了啊，你们有喜欢的？还是去年那个质量啊，没挑，只要你相中款式，质量只能您觉得，哎呦妈呀，太好了，不会说，哎呦妈呦，啥玩意儿，绝对是让您拍手叫好啊。